那它就像下去这样绕了，刚好一只小鲨鱼，小的啦，就这样过来，他说他可以摸，因为就是在那个区域嘛，暗示。好了，我就起来了，起来就简单喷一下水，就想说啊，好可惜啊，我穿上那个衣服啊，这样就脱下来，很可惜。我就说，哎，不然我自己再去旁边认领，那很多人嘛，我就在那边在，或者说简单的游一下这样。哎，莫名其妙呢，莫名其妙，我是初级救生员的牌照，哎，莫名其妙，往下走，你在什么？你们讲话都好的啊，而且很奇怪，而且我穿的哦对，我后来换了那个背心啊，那个浮水背心啊，哎，真的就是会死掉，没人知道。他好像直接下去也没有，没错。没有，你都完全无法理解。哎、欸，哦，我只念观音菩萨。对，我忘记了，我换了，我换成泳衣。有，增加重量基本上没有，因为我已经换成泳衣，然后也换穿那个背心，我标准的。说啊，已经叫不出来了。然后、哦、真的很可怕哦，他跳下来，他知道，他跳下来，我猜很多次。很多人这样，他跳下来到我后面哈、喔，哎、欸，我说我会被救生员拉死，直接像拉你这里，啊，你的领子啊卡在这里，我叫不出来，我说我会被他拉死，我不是被他救上来，那是一定的，但是那个卡住没道理啊，你懂吗？他不应该卡住，卡住几乎没办法呼吸嘞、欸，我说我会后来被救死，你懂吗？不是救活。从下面这里抓住的、啊、他怎么这样，他就像抓狗狗一样这样抓，因为他在里面，对啦，也是但是你知道吗，他把我拉上来连一句话都没问，好像很自然，反正很多人这样这种感觉，一天要拉好几个，真的是这样耶、欸、所以说小孩子在游泳池里淹死是真的，他不会叫，他就叫整个沉下去。可是穿那个背心怎么也穿，很奇怪，很奇怪。我没有抽筋哦，因为我已经下水过了，我已经下十米了，我们都做过动作了，而且我自己都是救生员的初级，那个怎么会这样？也是太大意了哈，但是没道理，完全没道理，我到现在还想不出来什么。没抽筋，没怎么样，游不动，被老兄弟拉下去了，应该是。可能他就认为说，哎、欸，你来了都没有，就做一点功德给我。你以为我不在吗？等你很久了。哎，对，你老几啊？来我的地头。你们修道人。你去当什么修道人？3-4年前而已啊。那个去澳洲，他们跟我讲说，师傅你太忙了，应该 relax。哪有 relax 啊，紧张到快死掉好吗？然后那个练习师下水半米而已，在测试而已啊，他一下去马上抓狂，就像牙齿痛一样，本身会游泳还会这样子，一米而已，他先测试，对啊，然后才带出去，还有柱子哦，他抓柱子这样呢才下去而已，那种恐惧症你知道吗？那个闭锁恐惧症那种概念，你玩过你应该知道。我知道什么意思。你已经能这样，那你就是带氧气瓶的了。对对，氧气瓶对啊，你没有带。我有带，所以我们到10米而已，那是一般人米，我没有牌照，所以带这个。那我早期是玩 skin， 你知道 skin 吗？就是直接咬那个在土的那个。我这次淹下去，我也咬那个。我都很清楚知道是水土，嘴土嘴浸，我都很清楚，还浸水。你是说那个浮潜吗？浮潜啊，我还咬 skin 的那个浮潜的那根管子，还有啊，我还洗了半天才有。那时候没有疫情啊，那时候没有疫情，所以哦，而且那个救生员连问都没问，
就像拎一条狗一样拎上来就走了。真的，我就打给我们。他应该是常看到这样。常问了就同样的回答。如果他抱住你上来慢点，我自己被他上来了。我真的，我都被他弄死。这样子。哎，靠腰啊！他完全不理你，你知道吗？他想抓着，那我叫你抓不到他，你知道吗？有，大小都十米，我一下都上来。人到苦难处，毫无尊严可言。都聊什么啊？他们不要给他们去送。他们已经自助自己开自己吃，完全不用服务，自己搞定。师傅很斯文的，自己加了，等不及我们了。也完全不用斯文了。体验那个经验，我